主料：白色巧克力128克，芒果巧克力48克，玛吉皮150克。辅料：陈皮粒20克，巧克力点缀鼻一个，玉米淀粉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用餐人数1到2人。将玉米淀粉用微波炉打2分钟，熟了之后醋手粉，将麻吉皮中间包上成吉利，揉和均匀。用擀面棍将麻吉皮擀成1厘米到1.5厘米厚的皮，用4厘米直径的饼干模子压出形，用棒棒糖的小棍子插入面皮下1厘米的地方固定。将白色巧克力和芒果巧克力隔水加热，搅拌均匀。将做好的麻吉饼放入巧克力中，均匀的沾过。注意，巧克力不能沾过太多，要等巧克力自然的滴下后不再滴下来就可以了，不然做出来的娃娃脸不好看，凹凸不平。放在垫有蛋糕纸的盘子上冷却30分钟，最后用巧克力笔画出你喜欢的脸蛋吧。烹饪技巧，这里面特殊的材料是陈皮粒和麻吉皮，陈皮粒可以用我之前教大家的腌制柠檬来取代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